有。他们说我也不敢信啊。太医，我能信你吗？不敢，不敢。我能不能信你？我好人担当，我好人。我担走了，你只知道我担走了，只有你，我信任你。我也要去。哎，猪猪，猪猪，猪猪，不可一击的啊！玄妙打飞猪猪，猪猪把布布布给吃了，在我面前硬吃，然后在开饭之前给我来了一句“猴哥隐形狼送十四”，我正愁逮不到狼呢，你给我来了一句“猴哥隐形狼”，出去直接给我把送十四给刀了啊！然后太医告诉我他好人带刀，他现在嘎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必须得有个人给我负责。先全票打飞猪猪公主，我开的饭啊，送十四进来领刀过。猴哥，为啥说我为啥说是隐形狼？因为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当时往娱乐室走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一个人从我脸上飘了一下飘了过去，然后我直接往上面走，这个时候你在我脸上，然后你大喊猪猪，你就跑去拉了那个铃，我肯定第一反应怀疑你是那个隐形狼，但是你能踩出猪猪公主这个鹈鹕，我认你好，我下轮给你报身份好吧，过了。可抽猪猪公主，我觉得猴哥这个提条是一点问题没有。那宋十四应该也不是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秀才是个秃鹫，他想吃腿，而且当时在我面前还吃了一个腿，虽然叫了妈妈，但是第二声妈妈没有骗到。十四是什么？十四是在同学室听到秀才哥这么着说的时候，他直接叫了秀才哥聊一聊，聊一聊你什么身份，你要跟秃鹫聊，你肯定不是好人，先出猪猪过。我跟西恩姐在护舱，真心换真心，还没换完出去呢就报警了，其他的没有过。我去你的朱大强，把朱大强嘎了，我要加餐过了。我捅了一杠啊，已知死了两个人对不对，场上有可能三狼在场，三狼一鹈鹕，你们把我三狼一秃鹫加我鹈鹕，你们把我出了，那不铁狼赢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把我留着，你们叫我去吃哪个狼我就去吃哪个狼，现在开始我就是正义鹈鹕，对吧？把我一出，可是我是开饭的呀，那个、狼刀人直接就狼就赢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那个，就是有没有依据？然后布布布是我出的吃的，太医是狼刀的，你们可以盘下狼是谁，先投个狼出去过。我和茄哥在那个船员宿舍盘身份好吧，最后报警一秒进来，我把身份给茄哥说了，我不知道茄哥听没听到好吧。然后呢，我鹈鹕的话肯定不能信啊，但是我听茄哥归票好吧，茄哥说出就出，茄哥说留就留好吧，茄哥是肉汁过。我跟那个叔叔的视角是一样，茄哥归票吧过。孙悟空啊，看了吃人点出了宋十四，然后呢这边朱大强宋十四站边西恩跟叔叔在一块，那么就说啊秀才为秃鹫，那么猪猪公主很有可能吃了他的队友狼，因为现在开饭没有了，鹈鹕我们这轮如果出鹈鹕，咱们那就要抱团走，就赌一手好吧，就赌一手，我们把鹈鹕出了，然后就我们饭团集合，宋十四跟朱大强他干不了大事，直接刀我们就拍，有刀就直接搞他们俩好吧，出鹈鹕过。出鹈鹕啊，然后我们饭堂集合，然后茄哥声音怎么小了呢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三个狼抱团见人就刀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十四，我的好父亲，我来了。秀才哥，你别脏我呀，秀才哥。秀，不能，我相信我的嗅觉。就是宋十四。苏苏，苏苏什么身份？苏苏。猴哥，猴哥来，猴哥，我给你报身份，猴哥，我给你报身份，猴哥，快走，我给你单独报，你报身份，我关你要走，你还给我报身份，我直接给你一刀，你还给我报身份，你别动啊，你别动，行，
我算你小子有弹性。我关鸟转呀，不，你关鸟，直接按，等我来，来来来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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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按按按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也不怕。好，人家你看我。阿杰按死啊！阿杰按死，但是他们肯定要关灯。阿杰按死。应该是西恩跟那个叔叔没双狼啊，他们冲进来直接就刀了王爷，按死二的啊。出这个西恩或者叔叔都可以，耗子看哪个不爽出哪一个，好吧，哥。那就出西恩吧，宋时是你应该要死，点票西恩，秀才哥应该是定秃鹫，不让你吃，爱死你。过猴哥啊，你我想到一个东西，你盘西恩姐跟叔叔小蓝狗是两个狼，然后王爷是好人，猪猪公主是鹈鹕，如果步步步跟太医里面不开狼人，那耗子也是狼，耗子就一定是个狼，如果步步步跟太医不开狼，耗子一定是个狼，因为大强是把秋彩哥秃鹫爆了的，秋彩大强姐不能是狼，大强姐如果不能是狼，那耗子西恩叔叔一定是三个狼，好吧，我先点了一下，就这么多信息，好吧，如果这一轮秀才哥他们可能三正狼在，如果步步步跟太医里面不开了，他们三正狼你帮他们弃票对吧，所以秀才哥你得帮我们投一票，好吧，如果他们是三正狼你得帮我们投一票，秀才哥我过来了，投仙姐，这好人刀这么少吗，秀哥I love you, 秀哥，弃票，我绝对不道理。I love you。等会儿，全票打飞朱大强，给我投朱大强，别跟我说什么弃票，我就投朱大强。他把我身份爆了。耗子，你玩的真捞，你是弃票。点朱大强。耗子。耗子。牛批，牛批，真牛。耗子啊！我投的朱大强啊，秀。锁匠是吧，耗子。啊，锁匠是吧？哎妈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你跟我也有肉吃啊，秀才哥，你跟我。No！ 跟你。还 No！投朱大强，投他！哎呀，上一把我晚了呀，秀才哥，悔不当初啊，悔不当初啊！这一手加拿大已经没了，进去咱们直接爽吃。投朱大强，过！你看你这小丑，有人理你不？但是投这个耗子，全票打飞耗子。但是好像不是好人的局了。十次发言，秀才哥，还是那句话呀。那耗子跟苏苏是两个狼，猴哥是那个 Canada， 好吧？你如果不帮我们投票的话，他们一人一刀，游戏结束啊，小菜哥，好吧，我过了，投耗子啊。小菜哥，起步的时候妈妈没让你吃那一条腿吗？你怎么叫我一声好父亲，我就谢你。叫不了一点，我投耗子，反正你投不出去我。全票打飞朱大强 ，OK。要把我失去的全部拿回来！完了完了！哎，这个真的叫朱大强啊！我要吃朱大强啊！完了，小才哥！哎，这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耗子，给我讲个词。是啊，那其实咱俩去修灯。大长姐，耗子。这个直接过去。听我说，没必要。我知道牛逼！朱大强，
你拍景，其实你们俩在地牢里面拍景，啊、不听鹈鹕言。开局警长正义全没了，不听鹈鹕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们没有刀。开局警长正义全没了。嗯，谁想得到他妈的警长正义都没了吗？都没了，我都不行，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刀刀的我。我说我一口吃了个。嗯，我想想啊。哦。我想想，哥，哎，你有没有修这个的任务？有监控任务，我没有，没有。好哥，我信你。OK， 我能信任你吗？我可以在这里给你验一手，我是观鸟者。哦 ，Hello， 我开了。OK， 任务我开的，任务我开的。OK， 那我们在这看呗。那你不要杀我哦。OK， 没问题。啊？啊？为什么一回我 OK 没问题啊？啊？魔警猴哥，猴哥魔警变形狼，完了，那个尸体是在那个保安室里面，好的，那个他到了步。然后在我脸上突然变成了布布，我好人带刀反手给猴哥打掉了。然后王爷也不像个好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时在电击室在那儿蹲人，我好人带刀，我的电击室蹲狼人，这个时候王爷上来，他看见我掉头就跑，然后我追上去，他来了一句，他在说话，他在跟谁说话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我从那个电击室往保安室里面走，那个猴哥在里面当着我的脸上变成了布布布，然后没有刀过我，好吧，先全票打飞王爷，他不能是什么好人，你过啦。我跟西恩姐在一块儿啊，我们从头到尾都在一块儿，然后我们出去在医疗室上面的时候，我们有碰到茄哥，茄哥其实可以聊聊，好吧，我这里茄哥其实也挺怪怪的，挂。那我就是站边十四，十四的发言非常的正向啊，好吧。哦，这一票出听十四了，过了。但是为什么出王爷？我跟王爷全程抱团在娱乐室这里的，我们两个都出不了刀的，这怎么能出到王爷身上啊？我觉得宋十四很奇怪，就是过，就是过。耗子发言，叔叔，你不能怀疑茄哥，因为我和茄哥全程在武器房，好吧，在武器房里面，我的身份给他报了，他的身份也给我报了。等一会儿我们俩去找十四聊，好吧，这一轮十四说出谁来着，出王爷是吧，我信他，因为他的行动路线和这些很明了很清晰，而且他能拍死猴哥这一张牌。朱大强我觉得我信被秀才哥给吃了。过西恩发言，我和叔叔小狗懒全程在一起，我们走的那个娱乐室往上走的时候遇见了猪猪公主跟王爷在一起，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一个人了，我们就在找尸体。全票打飞王爷，下一个就是猪猪公主，过。全票打飞这个王爷啊！宋十四都描述这么清楚了，猪猪公主跳出来硬捞这个王爷啊！因为已经知道孙悟空他的狼队友已经没了，对是不对？然后他这个会跳出来保王爷，我都不听王爷发言了，直接挂票，好人直接点上王爷一票，三二一，好人直接点。七票。啊，你刀人了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没刀，猪猪公主，没骗你啊，我没刀。你们咋没的呀，猴哥啊！打我们这狼人啊，就是谢崩，就是我们这狼人呐、啊，就是，哎呀，猴哥，我跟你说，宋十四他特别喜欢在电机室待着，他是好人带刀，他喜欢在电机室。不是我没搁电机室，我搁哪呢？没有，我看啊，我们俩搁哪呢？我们俩在保安室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的天哪，保安室！我刚一拐角我就瞅着他了。他就把我卡了，最好我们是把那个灯光给摁了，摁灯光让他多吃两个，完事我们最后再开火，这样好一点。嗯，
要不然他这鹈鹕他也玩不了。还有加拿大，没个玩。你们在睡，仙姐在做，那我们走，那我们走。仙姐，秀才哥被吃了，仙姐。喝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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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头上拉粑粑。秀才感觉头有点痒。给他洗个头。他怎么瞬移呀、啊？哎，是你卡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全票打飞秀才哥、哎，这个鹈鹕吃了十四和切哥，全票打飞他。不，出秀才！我耳朵差点掉了。我就知道秀才哥不是好人呢，切哥，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啊，过。首先我先说一下啊、哦，我跟猪猪公主我们两个不对立，对是不对？我鹈鹕，他狼人儿。然后呢，把我出完了，然后开个警报，开个警报了之后，然后修理，修理完了之后，直接开饭出猪猪喽。还有中立吗？几个票呗，郭老。我也有喇叭，我充个电啊。出秀才哥之前先出我，我弃票了，郭。我们杀好人啊，怎么可能弃票？全票打飞秀才哥，不，先出我呀，出不了你一点，出你的话，他你没投票，你说什么话？没大没小，滚！我跟你说，就是，哎，猪猪，绝了！这个小秃鹫，他秃鹫，怎么肚子里有洒水车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跟王爷一起走，王爷跟我说他没吃的，他真没出刀。我没出刀，我全程没出刀，所以我就保他。王爷没出刀，王爷没出刀，但是他走过来的时候，他只能自言自语呢。我没自言自语，我在跟猪猪在说话呢。他跟我说话了，这怎么？那不知道。那个猴哥当我脸上变形，给我吓的。小彩哥，有饭吃吗？有，走。你别骗我。喂，手上，看这个太医，太医炫了，不不不，直接把他弄了，把他弄了。干啥？把他弄了。有点多。走，我们单走，单走。我林娟，你有点毒啊！五十次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！走！哎！太医，走！太医，太医，喝着，OK。王爷，别动我，王爷，别动我！猴哥，别报警！我太医牛啊！我不吃了！谢谢你！我吃！不吃了！我吃个了！吃！给我吃！行！有人？那我不客气了。拷问警长的呀！啊！不是，哇！太医！哇！你妈！我的目标你知道吗？我的目标让人杀了可还行？切哥，这什么效果啊？说话。切哥，那个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切哥在我肚子里就给我拿这个麦克，这什么大喇叭放了个音乐，我倒是人都要走了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哎呀，分贝可以，一步追一步，分贝可以。调入电台。嗯。你好，你也好，怎么站着不动啊？啊？怎么？你好，我你好，苏苏小狗懒，我去做任务去，我去做任务去。OK， 走，我去做任务，你去吧。OK， 太医，一个没吃着，哎呀，我操！耗子发言，这个鸡腿在保安室，然后我是在在哪儿复活来着？然后我是从食堂去了孵化室，
然后这时候是茄哥和那个大强姐他俩在那儿，对吧？然后我再往发动机上面走，看见了秀才哥。他们三个人如果应该不是他们三个人刀的，如果是他们三个人刀的话，因为他们俩茄哥和大强姐在那排身份，然后是那个秀才哥下来了。比如说他们三个人是碰过面的，如果茄哥和大强姐能保秀才哥没有去保安室的话，如果他们是一起的话，那么这一刀可能就不是秀才哥刀的。如果是秀才哥去了食堂出去上了保安室刀的动的这一刀是有可能的，就要听茄哥和大强姐保不保秀才哥了。然后我是从发动机去了电机室，再从电机室下来到保安室拍的这个鸡腿，好吧，这就是我全部路线和碰到的全部的人，只碰见了他们仨。我听茄哥和大强姐怎么聊，能不能保秀才哥。不，西恩发言，首先拍景很快，我去到了饭堂，遇到了王爷和朱大强，然后呢叔叔在那里，太医也在，当时步过来了，然后我说叔叔对身份吗，我复活是跟猴哥复活在桥梁的，对是不对？然后呢我问叔叔对身份吗，他说对，步步也跟过来了，我们刚走出饭堂就拍紧了，很快啊、哦、我听听后面怎么说。过不发言，那情况就跟西恩说的差不多，但是耗子有没有可能刀到加拿大呀，我觉得有点快哦。过啊、哦、朱大强回忆一下啊、哦、先是耗子走上去，他没留这么傻自刀自爆，对不对朱大强？但是呢很有可能是秀才刀完人从我们这回来，对吧？还问了他一手有没有看到耗子，他说有看到。那么呢耗子报了警说尸体在保安室的话，那很有可能90%这一刀是那个秀才刀的，对是不对？我们互换了身份以后啊，我明说我加拿大我保耗子，过，全票打飞秀才，过。王爷这边发言啊，那既然茄哥已经报了自己加拿大并且被拘死，那这票肯定是必然是要挂在秀才身上的，好吧？然后我这边的话是到了娱乐室以后啊，然后我想去保安室这边做任务，然后的话我是还没走进保安室，那这个尸体在保安室里边我也是没看到的，好吧？但耗子这边报警他肯定不可能是到了加拿大了，投秀才，我这边过。茄哥加拿大，已知茄哥加拿大，王爷跟我说他去做任务了，那王爷这张牌也不能是什么好牌，太医跟着就过去了，在拍警前大概17秒钟左右吧，太医从娱乐室里边走出去了，他为什么走出去了？他闻着味儿了，他绝对是一个秃鹫。然后步啊、是在我们这个娱乐室里边的，西恩是在娱乐室里边的，然后还有朱大强，刚才西恩说了有朱大强，对吧？那这一刀啊，应该是秀才开的，然后苏苏小蓝狗是后边下来的，他也很有可疑，但是先放他一手，这轮先全票打飞秀才，过。不对，这一刀肯定是耗子自刀自爆，刀到加拿大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这个箭头出来一秒钟之后，这个耗子他就报警了。这耗子他能是什么好牌？全票打飞耗子。过。但是如果说要保住我主人的话，好像得弃票。我听一下后面的发言，我过了。你这么着也说呢，也就是说明茄哥为了保住耗子这匹狼没了。茄哥呀，不值当的呀。我是这么着觉得的，因为我也有一个技能 CD， 但是技能 CD 刚好就报警了，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茄哥说他是加拿大的话啊，我真觉得是耗子，但是茄哥又报加拿大，那你耗子什么意思？你自刀自爆吗？我要为杰哥伸冤投耗子吧，我觉得不是秀才，因为我 CD 刚好过。都搁那嗷嗷分票，这不尊重死者遗言。我最开始在那个池塘淋浴间，我跟宋十四跟猪猪我们三个复活在一块，然后下来之后宋十四跟着猪猪公主去了，本来你们没盘之前我还以为是猪猪公主，所以我要听一下猪猪公主怎么聊，但是我不听太医跟大强的归票啊，你们还是可以点秀才哥，但是猪猪公主我能信你吗？猪猪挂。太君跟步一起复活，然后跟步一起站了一会儿，步自己走了，然后我往下走看到了迎面来一个耗子，耗子是从这个
孵化室往发动机室走的，然后我就走到了孵化室，走到了孵化室看到了朱大强和茄哥，然后我就站到了食堂听他俩说话，然后他俩往我这边走的时候我马上就往右边跑，往右边跑，然后他们俩就说这个就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好了，什么 CD 好了，然后就报警了。那我没有时间到人呢，对是不对？你要说开局我是到完人来到的发动机，那不可能的，因为时间是不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要走很远。那也就是说耗子他如果报警，然后苏苏说猪猪跟十四走了的话，那猪猪可能也有问题，但王爷我也要踩一脚，他是听完了茄哥的发言马上就要出我的啊。过了。 OK， 我跟十四是一起复活，但是我们没有一起就是走啊。我建议投秀才，我感觉秀才的行动路线比较吻合那个尸体的发生。过。没事儿，进去实在不行把耗子刀了，我们最起码都是真正一手死者遗言吧。他 CD 不够。没事儿，来人把耗子刀了。不换气哦，不换气。一换一也不亏，说句实话，打一手均衡。加拿大没了，一换一。打一手均衡，打一手均衡，怎么谁说话了？刚才谁锁将？我听到王爷说耗子，他说他锁将耗子，耗子呢？耗子，猴哥跟猪猪有问题，猴哥跟猪猪有问题，等一下，猴哥跟猪猪有问题，你跟我能有什么问题？耗子，你就 OK， 没问题 ，OK， 没挨了吧？啊，报警了，猴哥跟猪猪有问题，挨了。在我这儿啊，王爷相当有问题，他跟我来了一句，我跟猪猪有问题。我觉得最起码咱都得尊重一手死者遗言，但是刚才这一刀啊应该是刀对了，所以问题不大啊。那上轮秀才出错了呗，就是那耗子在我这是一匹狼，那王爷就应该也是一匹狼。王爷是在这个啊，不对，王爷不能是狼，王爷应该是好人。不好意思啊王爷，我有点问题啊，王爷在我这应该是好人。太医是秃鹫，太医是秃鹫，那猪猪就有问题，全票打飞猪猪。对，猪猪就有问题了啊。猪猪上一轮是他要出秀才的一张牌啊，然后我刚才还说王爷这个就是在茄哥跳加拿大那一瞬间啊，我说王爷有点问题，那王爷现在应该就没啥问题啊。过。嗯，对，王爷是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一张牌，好吧，我拉。嗯 ，OK， 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这把拿命保猴哥，猴哥肯定铁好人，我的信息就这么多，过了。好，两枪开过。啊，我这边也铁保猴哥，然后王爷肯定是好人走的嘛。然后秀才是我上一把我说了应该不是秀才，因为他 CD 没到，他虽说是半途来的，但是他 CD 没到。对呀、啊，茄哥上轮死了，他不是自枪，应该是狼走的。猪猪最后归票位的时候其实是最后归到秀才的，所以这把肯定是打到猪猪身上了。我是那个铁孩儿过。猪猪啊，你刚刚的发言我真信不了你呀、啊、出猪猪啊，出猪猪啊，过。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步步归票，太医是我新认领的小宠物。太医啊，待会儿跟我们一起投哦。过，全票打飞猪猪公主。我先想想我投，你等着猪猪。我先想想我，我先想想我藏哪了。票嘛，有这赌几乎在过。就。太医，七个人，五个弃票。太医、啊、三，怎么五个弃票啊？牛掰，五个弃票。哎呀，谁弃你们兄弟们？我先，我先撤。五个弃票。你们玩，你们吃，你们玩，你们吃，你们玩，我先躲起来了。五个弃票，属实是难崩了。那我得吃狼啊。OK， 哎呀，这都刀不过，直接刀啊！我的嘴都开了。为什么我 CD 没好？为什么我 CD 没好就结束啊？太医，跟错主人了，我的 CD 好久啊，我连环杀手。因为猪猪你没有刀，你目标你的 CD 会变长。哦，我们那边姐姐好健康。
光阳光的笑声啊！是不是想当猪？浩子为什么知道知道啊？浩子想当猪猪啦！哎呀，你为什么知道知道啊？我第一去的时候我就知道“仙”四个字，可只有仙会敢狙。这么回事儿、啊？不是我刀的，那个就是猪猪，我没刀。猪猪他开局说他做广播任务，我来了一句，我说我怎么没有？他反手给我一刀。不是他每个人不一样的广播任务，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。猪猪刀的。猪猪刀的，我刀的，我刀的，刀的就钻井盖跑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跟猪猪队。有人吗？猴哥，我跟你对。好。王爷。你痒吗？刺。我跟你说谁是保镖。但一方面那个开始我跟布布跟猪猪在一起，那个猪猪在唱歌，我说猪猪你唱歌好好听。哎烦死啊，过了。我是那个宋十四，我烫到了尸体，过了。你烫到了尸体还唱什么歌？我怎么没听懂啊？谁在太医边上？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啊？那个待会儿我跟茄哥走，我跟茄哥铁宝过。他的意思是他在加拿大烫到了宋十四的鸡腿，烦死了烦死了，过。就是出太医呗，要么狼要么鹈鹕呗，是吧？整怼到加拿大了，过了。我去太医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对身份？你这是想吃我？我说你怎么胡言乱语呢？出太医过。胡言乱语，还猪猪唱歌好听，又想吃猪猪是吧？你吃不了一点儿，过票太医。不说话了你们啊！我跟朱大强、铁宝啊，先出这个太医，然后猪猪公主说她为什么想吃啊？但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群之中他吃的呀。哦，这样的，好吧，那我就认你一手，好吧，不打你。我们一堆人，我不太医，太医在那里烦死了，然后把宋十四吃了。我做了个好人任务啊，看右上角啊，耗子做了个好人任务啊，看右上角啊。可以可以。朱大强，茄哥里边有保镖应该是。你朱大强不是？我是顾你的目标啥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没看见，我瞅一眼。嗯，走啊！你别跟着呀，我到了。来这边。啊！不是啊！王爷，王爷是保镖。嗯。哥没反应，朱大强，秀才呢？秀哥没反应，来了来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浩哥！哎呦，哎呦。网红死了，兄弟们啊，网红死了。然后这个王爷给秀才一刀，我反手就给王爷一刀，因为我的刀练过啊。然后苏苏跟耗子这俩啊在旁边给我来了一句猴哥，但是我认你俩为好啊，我认你俩为好。剩下一狼在朱大强与茄哥里边出，应该是啊，还有猪猪啊，你们三个里边出过。不对，我觉得猪猪公主应该是个炸弹狼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刚才在外面门口啊，实验室门口，警长双刀了，尸体瞬间消失了，两个腿一下没了。当时边上是有好多人扎堆的，我是没看清。但是当我跟茄哥往储物室这边走的时候，猪猪突然间说我吃了个腿，然后转脸他就跑了。我当时一脸懵逼，然后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食物。那有没有反应什么呀？应该就。就是那个狼了，头猪猪挂。猴哥也是狼啊！我们想去，我王爷耗子，我们想去对身份的时候，网红嘎了，网红嘎了呢。当时我们往桥梁里面去的时候，是猴哥跟秀哥从桥梁里面走出来，当时没看见秀哥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猴哥也没有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一直跟他大叫：“哎呀，秀哥没反应，秀哥没反应。”然后王爷去把这个
秀才哥到了，到了之后猴哥补了那一刀，对吧？那你猴哥也不是个好人，那耗子归票吧，猪猪猴哥看先出谁过。不是朱大强的就是茄哥呗，刚才警长说到你吃了两个了，我是炸弹狼他们都报不了警，茄哥你跟着我一起弃票怎么样？你看炸弹狼他们都报不了警，然后你又能吃，对吧？天就是简直就是无敌的合作，咱们一起去，秀才死了，出去爽炸，你再吃就赢了，过。耗子发言，必须得把这个猪猪出出去，懂吧？你跟猴哥才能打配合，因为啥？因为我们还有个开饭，对不对？猴哥刀人了，我们你开饭，你才能弃票跟他打均衡。猪猪如果这个了，我们开饭，他是万一我们把这个做完了，对吧？炸弹没响之前我们就开饭了，直接都投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投，你想吃，你还是得弃，你还是得跟好狼人打弃票的那个均衡，对不对？投猪猪公主，猴哥也是个坏坏，猴哥是那个带刀的人。你投猪猪公主，你才要打配合，猴哥刀一个，对吧？才能有机会吃，过吧？投猪猪啊，过。不不不，我想出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也不出了，我中立就玩中立玩到底啊！朱大强复活还是跟我走，我弃票了，好吧？完了，钱哥，你弃票不行。坏喽！坏了！坏喽！开灯光吧。哎。哇！谢谢你，茄哥，下次我当铺就把把弃票。谢你，茄哥。难受。谢谢你，茄哥。谢你，茄哥。谢谢你，茄哥。谢谢你，茄哥。Oh my god！ 两把变态呀，朱大强，两把变态呀。对，跟着两把变态。这个技能，哇，不太好用。充完电了，看有没有电。你得给个外置位的人，你得给个外置位的人。哦，没电，不行。对，不然。